今日是我老公的生日，到底我会带他去哪里呢？第一站我们去到尖沙咀的 K11。八重路芝士多士啊！哇，好流呢个，好珍贵嘅八重路碎啊！珍贵啊，呢个真系，就系呢啲八重路碎，其实就冇乜味道啊，好似啲章鱼烧上面嗰啲木鱼。我啱啱食完嗰啲芝士。呢个龙虾意粉柠檬味好重啊，有味。龙虾肉好弹牙啊。哇，行程好紧密啦，因为尖沙咀大部分餐厅都系开12点嘅。我哋揾咗间11点可以食嘅餐厅，但系佢个厨房太慢啦。我11:05 order 去到11:50先开始有嘢食啊！好，我哋而家去下一站 W Hotel。好唔同嘅按摩体验，一路会喷住啲玫瑰水，好香啦、啊！最正咧，我觉得系呢张按摩床啊，做美容院或者按摩店咧，一定要考虑下买呢一种嘅按摩床，好舒服啊，瞓落去，不得了啊！落好少好少嘅盐，所以就食到原本嘅鲜味。哇！职员推介啊，今日新鲜捉上嚟嘅海虾，麻辣水煮鱼啊！呢个唔系普通嘅水煮鱼啊，系用斑片整嘅水煮鱼啊，好新鲜啊！呢几种味食啊！哇，好多斑腩喺面啊，睇到都饱啊，嗌得太多啦，应该要打包翻去做早餐。呢餐饭超级正啊，样样都好食，同埋呢度好搞笑嘅，成日四围都会有音乐啦，有人唱 K 啦，好热闹咁嘅呢度，唔似一般嘅中餐厅咯。我哋咧好似去咗啲联欢晚会咁啊，周不时咧就有人拍烂手掌咁啦，完全唔似去茶楼嘅感觉。食完饭咧，仲可以嚟佢呢个室外位置嗰度影下相，同埋饮杯嘢。